裁判员在这个球场判罚对主队不利的话，压力也很大。对，主要是刚才这次判罚呢，毕尔巴鄂的球员觉得，萨拉戈萨刚才有一个先犯规，但是裁判没有判罚。这个毕尔巴鄂的球员一站在这块场地上就热血沸腾，再加上这个球迷也在这个不停的为球队呐喊助威，这个。球员在场上踢球嘛，这个球迷的呐喊声、助威声越响亮的话，可能队员的那种感觉的血越。